大家好，今天我们又来修这个音箱。上期节目我们已经检查了是压缩机损坏，压缩机漏电短路，就是我们要更换压缩机啊，必须先放掉里面的制冷剂 R600， 因为 R600 啊它是易燃易爆，所以我们在更换压缩机之前必须让里面的 R600 制冷剂完全。一次是抽不干净的，然后丢掉，然后再继续抽。就这样反反复复的抽过3到4次，就基本上足够了。反反复复抽到3到4次，就是可以再时间再长一点，因为我们视频的关系，这个示范能够抽上2分钟到3分钟是最好的，这样可以就继续下一步焊接我们的管道，这样呢就不会出现意外，因为R600呀特别的麻烦，因为它易燃易爆，所以我们在操作的时候一定要规范，这样才不容易出现意外，一旦出现意外后果不能负责。好，我们今天的节目又到这里，我们下期节目继续再和大家一起看节目。